有句谚语话，任何嘢都系有毒嘅，会唔会成为毒药就视乎佢嘅剂量。但系对于内分泌干扰物嚟讲，就唔系咁简单，因为有时即使少量都可以有唔同嘅影响。比起大剂量，有时影响更严重。就好似有啲物质对子宫嘅影响，可能从细细个开始，甚至可能系我哋见过最严重嘅影响。